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他就是我很好哥们，然后我跟他已经认识三年哦，就送到大家去了。他一年之后跟他结婚了。天哪！他跟你结婚哦，然后你还发帖子给我，你还做主桌，因为他很重要。他离婚了，他妈妈阿如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不可以再回来？首先就请爱丽丝老师，哪些星座是永不回头的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们要来看一下，就是不吃回头草的星座前三名，马上来揭晓第三名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第三名，射手不吃前任再见，是不是？射手不吃，老是最射的男人，再见射的男人。对，我们说射手座的爱情观是这样，要相处舒服。对不对？他就会久处不厌，要开心，要轻松，要愉快。如果这段感情真的我们已经不适合了，必须要 say goodbye 了，那我们就也就是好聚好散啊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那我们就留下这个美好的回忆，那就好了。对，但是他是不会去吃回头草的。你没有吃过回头草？我一次没有，因为我这个人哦，可能有一点感情洁癖啊，而且其实。老师讲的也是，射手座的事，有时候他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太久。对，因为你把自己搞在里面，你就觉得不开心嘛。没错，我想好像现在一定都是被伤到某一个程度之后，他才会真的绝对不会没有办法那些。对 对, 對，他才不会办法再回头了。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是那个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，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跟这个女朋友时间没有办法长时间配合。譬如说我跟阿强很好，我每天都要去工作跳舞，跳，我就说，那阿强你帮我送一下我女朋友回家。啊，送就到他家去了，但他是我很好哥们，他就是我很好哥们。然后我跟他已经认识三年哦，就送到他家去了。隔不到一年，因为你知道我一个心就这样，已经冷掉了，已经觉得说哇，我这样对你，就没想到你跟我的好朋友走。可是这是我很好跟，我又很 care 他，所以他一年之后跟他结婚了。天哪！他跟你结婚哦，然后你还发帖子给我，好干啊！他发帖子给我去，然后我做主桌。你还做主桌的主桌，因为他很重要，因为我很 care。那你的很 care， 我很 care， 因为你是我哥们，所以他在意你的感受，所以让你做主桌。我不知道他在意我的感受，我是他妈妈邀请我去做主桌，所以我做了主桌。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包了16000啊，那是包了蛮大的，照顾他。好，我只是觉得说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就是你要好好去照顾阿如，好好照顾他，因为我已经把他交给你了。那好，我就想说我就真的心放。你隔不到一年，你们离婚了。他离婚了，他妈妈阿如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不可以再回来，给阿如一个机会，叫我再去接。所以你看，我在那个时候，我不是我不接受，你真的是无敌备胎耶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我那只是觉得说，我当初真的那个心已经让我已经断到根了，你知道，真的已经伤到根了。我都已经把它交给你，你都还没有办法跟他再弄好。就他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把我当他的女婿，对，就变成这样。所以我那个时候，你说我要吃回头草，我要吃，我早就回去吃了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能吃啊，没办法，做主桌你看看。对啊。